韩国在世界上所有经济发达的国家里是种族最为单纯的一个国家。想要了解这一点，你必须深入研究这个国家不为人知的痛苦，以及当地与占了全国八成地形的高山地区之间的独特关联。1987年，卢泰愚选上韩国第一位民选总统，终结了26年的军事独裁制度。今天的韩国是一个建设完善、现代化的民主国家，首都首尔市可以和世界顶级大城市媲美。我的第一站是参观庆州的新罗王国遗留的古代陵寝，第二站是要前往釜山造访联合国纪念墓园，接下来则是到蔚山外围参拜规模壮丽的通度寺，然后呢，我就要往南边走，去到沿海城市镇海，接着再搭渡轮前往巨济岛，然后搭短程航班到浪漫无比的蜜月圣地济州岛，最后回到首尔结束韩国之行。历史古城庆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，保存了新罗王朝的遗迹，可追溯至公元前57年。如果各位喜欢历史古迹的话，务必要来这里瞧一瞧。各位看到的这个地方是新罗王朝的古都，叫庆州。在我的后面是新罗国王建造的陵墓，没有人知道里头葬了什么人。在1970年，在最大的陵墓里发现了一位皇室家族的成员，同时找到了一些黄金和宝石。经由那一次的考古挖掘之后，专家认定这里是一座皇陵。这些墓地零星散布在这座古城的好几个地方。新罗在这里统治国家有1000年的时间。今天这里已经被列为历史遗迹，也是韩国南部最受游客喜欢的观光景点。每逢周末假日，这里就挤满了人，大家会来这里参观和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。我自己也觉得韩国的历史很有意思，这个地方往往被人称之为隐士国度，一直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，一直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向外界开放。现在各地的游客陆续地来到了韩国，探索这些精彩绝伦的古迹，好比说我后面的皇陵。这座巨大的石塔建筑占星台建于7世纪，它被公认为是东方历史最悠久的天文台。看看韩国的古迹，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很有意思，有这么多1000多年前的建筑物一直屹立到现在，真不简单，我大开眼界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出了极为沉痛的代价。想扫除佛教信仰，虽然没有成功，却摧毁了不少的文物，其中有好些寺庙后来重建，有些则可以追溯到15、16、17世纪，其他的则很新。通柱寺常被人称为没有佛像的寺庙，因为在户外你看不到一座佛像，而且在寺庙的院落里只会看到一排排的佛塔。这个地方年代久远，古风盎然，是来到韩国非看不可的观光景点，因为它象征着佛教最为神圣的信仰，人们会来这里向心灵导师参拜。我非常喜欢这些寺庙，韩国有6000万人口，如今可以避开人潮享受宁静的地方已经不多见了，就连今天是国定假日儿童节，所以也能看到许多学生和家庭来这里参观。不过一般来说，周一到周五都可以到这里来，整个地方都是你的，是一个洗涤心灵的好地方。这个地方真的非常不一样，我们请通柱寺的导游替我们安排参加一场传统的茶会活动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茶会，而是和通柱寺的僧侣们一起喝茶。这位师父现在正依循几世纪以来的古法泡茶。这场茶会最特别的一点是，他们带着我们到深山里面，你可以看到美景。小佛塔是个远离人潮的地方，所以感觉格外特别。머리가맑아지고엉그자고하는그런마음이생겼단말이야。这位师父说的是，喝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仪式，大概有3、4个步骤。先把杯子拿起来，感觉茶水的温度。然后嗅闻茶香，接着品茶，观察茶水的颜色，这的确是一个仪式，不只是喝茶而已，更是提升性灵的体验。谢谢师父。茶水其实温温的，不过还是喝得出茶的味道。
茶会仪式完了之后，他们会端上一些新鲜水果。这是切成小块的西瓜，他们叫它是，韩国话叫做苏巴。韩国当地的西瓜，我对天发誓，是世界上最甜的西瓜，这个甜度可以直追韩国梨。价钱有点贵，一颗梨要$4。西瓜的价格也不会便宜，但是绝对的香甜好吃。他现在要带我到另外一座寺庙去，我们要去找一种青蛙。他说你只要相信找得到，但我不信。你只要真心真意的相信，就会找到这只青蛙。通常不会看到小孩子主动接近西方人，他们会叫你美古萨朗，就是美国人，因为他们分不出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之间的差异。我们看起来都一个样，我们开了几个玩笑，他们顺便学了点英语，他们走过来给了我这个寿司，紫菜寿司，就是用海苔把米饭包起来卷成一条饭卷儿，这个味道很不错，当地人当点心吃。不是很会用筷子，不过呢，马西塔，意思是非常好吃。
大多游客从来不会到南部的庆尚南道，因为这里距离首尔太远了。不过这里的气候一年四季都比较暖和，有着连绵的山脉和海岸，渔业非常发达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当地的经济来源。我们就快要开进巨济岛的港口了，这里其实是朝鲜半岛的第二大岛，也是最大的造船工业中心，不只是韩国，也是世界第一大。这一带四处环绕着美丽小岛、小小的渔村，还有明媚宜人的早就起来，工作时间很长，捕来的鱼除了供给本地的饭店外，很多也会外销到日本等国家去。
沿着墙角和中间可以看到一些小瓮，从前的人用来储放水、大酱还有泡菜。顺道一提，泡菜是韩国民族的国食，一直没变。这个东西味道好臭，好像是他的早餐。村子里还养了几头家畜。嘿，过来呀、啊！吃啊，小猪！吃啊，吃啊！这个小东西是纪念品，它叫素哈德崩，素是石头，哈德崩有老爷爷的意思，它是济州岛的守护神，只在这个岛上看得到，是用熔岩做成的，很多人会买回家做纪念。这里还卖很多帽子和裤子，都是在村子里制作的，几个老婆婆坐在小茅草屋里缝这些东西，是100%的棉制品，非常的轻。这里很热，所以可以买来戴在头上遮太阳。他们用柿子制作染料替帽子和衣服上色。在旅游业之外，济州岛的主要产业是渔业和农业。这座岛上的气候接近热带，高降雨量适合栽种菠萝、橘子和大白菜。大白菜常被拿来做泡菜，这在韩国算是林木葱郁、丰饶肥沃的地方，欧洲或北美游客难得来这个地方。济州岛有三座瀑布，而且全是游客喜欢去的景点。我最喜欢这一座，瀑布往下冲了好长一段路，一直到石头这里。如果你运气好的话，有时还会看到妇女们潜到附近的海里去捕生蚝。济州岛又被称为诸神之岛。由于这个地方有火山岩，常常下雨，就连气温也和美国的夏威夷很接近。城市附近有好几座公园，受到韩国和日本游客的喜爱。新婚夫妇还会来这个公园拍照片。我现在要从济州岛搭机返回首尔了，这个时机刚好，因为天气开始变坏了。我很期待在首尔的行程，这座小岛上挺好玩的，而且只要一个小时就到了。等我回到首尔之后，我计划到市中心的老市场逛一逛，然后到国立战争博物馆深入了解当地的军事特色，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马上回来。战争冷酷无情的一面和兄弟连数千年以来塑造出朝鲜半岛的形貌，对朝鲜或韩国人来说都是严酷的历史。一直到近60年后，朝鲜战争一直悬而未决，没有正式的结果。虽然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三八线划分南北，这两个国家仍然处于对峙的状态。首尔的国家战争纪念馆位于国防部的对接上，
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花几个小时了解如今4800万居民的历史。这是通往纪念馆入口的大厅，这面墙上刻满了战死军人的名字。这面墙上刻的是美军的，然后分成不同的州。在我的右手边是纪念加拿大军人的匾额。这栋建筑物盖得美轮美奂，政府投入了大笔金钱建造这座纪念馆，展示这个国家对世界20个不同国家的军人为朝鲜战争牺牲性命的谢意。各位现在看到的是世界第一艘铁制战舰的仿制品，叫做龟船。1592到1598年，知名的李舜臣将军曾经用于海战。一个感人的故事，这座雕像是两兄弟，一个来自北边，一个来自南边，却在战场上相遇，提醒世人朝鲜半岛上仍有超过1000万个家庭被38线分隔两端。这个所谓的隐士王国，在它5000年的历史里，历经过外族入侵，饱受战争威胁，因此向来着重国防军备。朝鲜半岛的人民对自由得来不易感受特别深刻，他们往往得付出极高代价才能得到自由。
如果你从没看过韩国民俗村，又想在首尔附近看看，那么你可以来这里，因为这里很方便，你想看的一切这里都有，又不用大老远跑到济州岛，那里要花更多的钱，还要花更多时间。这是首尔市区中央地带的古董街，大概在100年前左右，这里卖的全是古书。慢慢的，随着时间改变，现在面貌也变了模样，有点像加拿大多伦多市区的约克维里村。从前是嬉皮士和音乐家的聚集地，现在却是雅痞逛街的地方。这里也一样。韩国的货币是韩元，如果打算在韩国待一阵子，那你可能需要一麻袋采购，因为消费并不便宜。不过没有邻国日本那么昂贵就是了。在韩国逛街很过瘾，从高档电子商品到纺织品和家具应有尽有。他们这里的家具真的很棒，价钱可能挺高的，我不知道多少钱。哦，这里有好多抽屉，你可以拿来当针线盒或是储蓄罐，放什么都可以。有好多有趣的小巷道，我有的时候就喜欢远离大马路，来小巷子走走。这里有一家饭店，可以看的东西多得数不清。韩国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，提供游客多彩多姿的体验，让人满载而归。韩国人热爱向外人展示自己的华丽盛会和处世的智慧。如果你想寻找新的旅游地点，目标是各式各样的体验和温暖人情味儿。
那么到韩国一游，保证你不会失望。下次带各位到另一个好地方去玩，不要忘了带上您的护照。